常远，让咱们穿成这样到底干嘛呀？辛苦各位老同事。常远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就是你让我们都穿成这样，你是打算开那个校园主题派对吗？什么派对呀、啊？我老婆月月失忆了啊！这不把你们几个老同学叫来，咱们得帮她恢复记忆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肯定是你把他惹急了，根本都不是失忆，就是不愿意理你。不是，他真失忆了。这前两天我出差回来，他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咱们可都是跟他从小玩到大啊。今天咱们就从学生时代帮他回忆，你们可得帮我这忙啊。那个，来，各位老同学，这是剧本啊。啊，你们赶紧抓紧时间看一眼、啊、还有剧本呢。对，看一眼，我这就叫月月过来啊。啊，剧演啊，拜托了啊，各位，拜托了啊。你怎么忘词了？我看怎么演呢、啊、来，赶紧收起来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今天呢，我们来重温一下上一节课学习的重点。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是谁呀？月月，你来回答。老师，我连我自己是谁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知道他是谁呢？月月，你说你这问题回答的尴尬不尴尬？那边罚站去。哦。别看了，嗯，你来回答吧。老师，那个第一个登上月球的是嫦娥。嫦娥，我看你长得像嫦娥，一起站着去。哎，什么学生？哎，那个月月，你记住了啊，第一个登月的人是阿姆斯特朗。你知道答案，你怎么还说错了？我这不想陪你罚站吗？啊，那个，今天是你生日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千纸鹤。对啊，你打开看看，每只千纸鹤上都写着一件我要陪你做的事儿。走过了人来人往。月月，放学后我想陪你去吃冰棍儿，陪你跳皮筋儿，陪你写作业，陪你上厕所。啊？哦，那个，我在女厕所门口那儿站着等你。你说要陪我，那就得陪我一辈子。当然了，咱俩拉钩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让我再陪你一段。月月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俩毕业那会儿没什么钱，有一家餐厅你一直特别想吃，后来咱俩攒了好长时间的钱，然后才狠下心去那儿给你过了一回生日。欢迎光临，两位请坐。二位想吃点什么？哼，你点吧。餐厅看着挺贵的，你来吧，我也不会点。啊，行，那咱就看看人家点啥咱就点啥啊。给我来一份4斤的龙虾。好的。给我来一份4斤的大豆腐。给我来一个84年的红酒。好的好的。给我来一个84年的服务员。我就是84年的服务员，请问您还要点什么吗？那个就这些，够吃了。行，就这些够吃了。您可就点了一块大豆腐。那要不然再给我来两根葱，谢谢。谢谢啊。哎呀，
老婆，哎，送给你的。老公，你对我最好了，我最喜欢你了。来来来来，月月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。又是剑指鹤？对呀、啊。月月，等以后咱们有钱了，我会陪你去香港，去巴黎，去爱琴海，去那些电视剧里总能看见咱却去不起的地方。真的会一直陪着我吗？当然了，不信咱俩拉钩。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。哼，生日快乐，月月，许个愿吧。我总觉得好像还差点什么，好像差个人，对吧？哎，我提示提示你，是不是差你老公啊？我老公？嗯，你老公是谁啊？你想想，你老公是谁啊？哎呦，月月，谁是我老公？你老公是我呀，程远。快快快，老公来了。想起来了吗？我不认识长远。好，你不认识我可以，但是这两张机票你总该记得吧？北京直飞爱琴海，我答应过你的，这可是我放下了一切工作亲自去给你和柳岩买的机票。没错，月月，最后就是我跟你去的爱琴海，那边的景色太美了，你看到那么美的海，哇哇的你就哭了，你不记得了？我不记得。好，你不记得那个没事，那这两张电影票你总记得吧？这是我亲自陪你去看的那场电影啊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跟你们一块儿去的。我记得那天电影一开始他就出去接电话，结果等电影散场了他才回来，是我们陪你看完的电影，你忘了吗？月月啊，看完电影之后常远还带我们去吃饭了呢，可是到了餐厅门口他说他开会他就走了，虽然整顿饭一面都没露，但人最后叮嘱人家司机给咱们结的账，多有面子啊。这你也想不起来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他个子还挺高的，对啊，然后老穿一个红衬衫， 对，司机小刘，刘伟嘛。不是，你想起他有什么用？我让你想起我，月月。我这样，月月，来，今天是你生日，咱们现在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了，你想要什么我都能给你啊。这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项链，你喜欢吧？来，我给你戴上。你不是我老公，我老公知道我想要的不是这个。我想要的是这个，长远，失意的人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你每天只知道拼命工作，努力赚钱，可是你却忘了答应我的事。长远，月月今天把我们几个叫来，其实是来帮你治病的，所以这病能不能治好就看你自己了。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。长远，我想要的不是金项链，我想要你一直陪着我，不忘了吗？月月，放学后我想陪你去吃冰棍，陪你跳皮筋儿，陪你写作业，陪你上厕所。月月，等以后咱们有钱了，我会陪你去香港，去巴黎，去爱琴海，去那些电视剧里总能看见咱却去不起的地方。在不安的深夜，老婆，对不起，原来失忆的人是我，我以后会一直陪着你，陪你实现千纸鹤上的每一个承诺。我不信
那咱俩拉钩。我要稳稳的幸福，肯定当失落。